一段路要走多久才能称之为风景？一段生活要怎样过才能尝出滋味？以水墨的笔触描绘山河，以宫商角徵羽定义韵律，以金木水火土承载日常，唯有东方浪漫最懂生活之味。若要兼得大气与婉约，追求荡气回肠又不舍百转千回，唯独东方之味最是拿捏得当。贯通东方之美的英菲尼迪选用北京同仁堂草本咖啡，打造六零英菲专属礼盒，用东方志趣和品质品味东方生活之道。全新一代英菲尼迪 QX60 和60英菲，一个是东方韵味的豪华大型 SUV， 一个是东方口味的联名创意咖啡，每一步每一口都能品出与众不同的东方风味。一品东方美学设计，自然雅致，意蕴高远。精通诗书琴画的 QX60 用层峦式折纸造型前格栅，增添层次感与雕塑感。水波涟漪造型菱面座椅，诗一般整齐规序的方式，像浪漫细腻的独特韵律。黑色车顶强化的侧面层次感，如书法运笔般流畅洒脱。数字琴键式头尾灯的每一次点亮，都为车身整体的东方氛围增添一份弦外之音。内有乾坤的东方风韵60英菲礼盒，精妙耀霞设计，是以宫廷色彩，抑扬有致，一笔一画是来自东方基因的浪漫飘逸。二品清新气味，是愉悦放松的主要来源，也是五感神韵的独特标签，有如精选自云南咖啡豆带来的飞香四溢，更是 QX60 含柠檬多酚去除过敏原后的清新空气。四层滤芯安心守护，无论车外是花粉还是沙尘天气，轻饮一杯穿行其中又超脱其中。严苛的标准和越级的配置，让东方高端真正可以细嗅。返本归源，静如深林，是属于东方的健康哲学。三品严苛甄选，保障质感超然。孜孜不倦的青竹匠心，是英菲尼迪与北京同仁堂不谋而合的行事风格，用优中选优的方式打造东方高端质感，每一程每一位都令人流连忘返。六零英菲甄选来自中国药材之乡甘肃定西的枸杞鲜果，按照同仁堂精品级标准层层筛选，以保证原材料的品质。同样英菲尼迪 QX60 的车内甄选精心柔制的半本安奢华真皮，更加细腻透气，触感爱不释手。四品精致舒享，驾乘氛围如60英菲丝滑包裹味蕾，剧院式座椅布局，车内所有的位置视野更加开阔。基于全新人体工学设计的零重力高端沙发，腰部支撑和头枕所形成的独特撑托面与人体脊椎曲线相贴合，润物细无声的体贴是专属东方的舒适之道。突破了挂耳大多为黑咖啡的产品设计边界，六零英菲以丝滑拿铁咖啡的甘美浓郁、香醇柔顺，滋润着富有东方意境的闲适心情。五品韵味悠然，六零英菲的醇厚香浓中，天然野山蜜的一抹香甜，带来了东方人最爱的平和之感。英菲尼迪 QX60 配备 BOSS Performance 至臻系列音响系统，将17个高性能扬声器巧妙布置在车舱各处，回味悠长是东方人追求的惬意境界。甜香一抹，悦一曲，最见东方造境的深厚功力。六品妙趣巧思，枸杞原浆微酸，但蜂蜜香甜，两者搭配带来欢快的酸甜口感，创造层次丰富的惊喜味觉之旅。英菲尼迪 QX60 按键开关不显于形，在需要时却能一键触达。第三排一键进入，单手轻按即可闲庭信步，上下自如。多变空间不显于形，却内藏乾坤，最是东方智慧所在。品味生活的前提是身心轻快，也是英菲尼迪打造的灵幽东方生活感。
六零英菲以药食同源为理念，用枸杞原浆平衡咖啡之味，醒神养生。英菲尼迪 QX60 以舒适零压力、购车零压力、用车零忧虑等多项服务，全是惬意零忧东方生活感。高山流水、琴瑟和鸣是东方文化中的和谐境界。英菲尼迪 QX60 行云流水的驾驶质感，诗书情画的东方美学，正和六零英菲的内涵不谋而合。东方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山河气魄，更是对生活点滴细致入微的滋养。一品东方，一味高端，同赏东方格调之美，共建东方豪华之境。